Hello Jessie， 我是來自兩個月之前的你啦。我們第一次出國拍節目一定會不夠睡啦，說得好啱，壓力應該都會增加的。兩個月之後你一定要睡多啲，但其實都沒有時間睡。之前的自己即是錄影的時候會特別緊張，但是現在可能少了一些跌跌了。這兩個月最難忘的事都是去新加坡，趙聰師姐和美儀姐都會給了很多提點我們。我希望自己可以在這個比賽上自信面對鏡頭和享受這個比賽。2024香港小姐競選決賽，9月15日星期日晚8點，翡翠台。